其实有点略带闪电线。我在台湾那一条运动气死。欢迎所有所有马来西亚朋友来到我们海关前线的 Red Carpet， 以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海关前线导演邱礼涛导演和谢霆锋。我覺得拉美船艙喺個潛水艇入邊嗰個又真係幾特別嘅，即係你唔會見到有第二個電影喺一個咁狹窄嘅潛水艇入邊去打。多謝馬來西亞所有嘅觀眾，希望大家會支持海關戰士。